继续来看立法院爆发着冲突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再度到立法院做施政的报告，国民党的立委嘛再度来背角着院长上台。这个院长手顶的麦克差一点啊，就被抢了走。尾啊，这个院长是拼力用画的，画大约20秒，完成着54字简单的报告。这个国民党的立委来泼水，引发着下沙的冲突。在民进党立委重重的保护下，行政院长苏贞昌准备要上台报告。手举麦克，有人要甲抢去，哪个立委开始收抢，最后这个麦克回到苏院长的手中。苏贞昌赶紧把握时间，用话的完成伊简单的施政报告。报告的过程中，麦克都要举安安，防止予人抢去。最后呢，是新局长上台，阁唔拿一波尔。国民党立委用泼水的方式，民众立委打进前去阻止，引起双方的冲突。9月17日排定3+12决策过程的专案报告，国民党当时不满书面的报告，当时就加列点，也要求苏贞昌的回信。顶礼拜五，行政院送补充报告，新增加对着每一条宝贵生命的消息，拢深感遗憾甲抱歉的内容。也不过国民党议员不满再度阻止，这个做法嘛引起其他在野党对哪样的不满，要求讲因要质询国民党，卖阁阻挡啊。国民党的时代力量立委对呛，民众党嘛话讲要质询，对着立法院的训诫，苏贞昌早就准备啊，提早伫7:55就到位，强调讲依照宪法的规定，应邀来立法院做施政报告，唔是干那对立委报告尔，嘛是向全体国人报告。阻挡或者不能报告，是妨害国人同胞之的权利。真侪部会首长早起拢伫议场伫等，行政院就硬嘛讲，大家爱团结，唔通让政府抗胖。